就是打一休一的情况。对老将来说，体能考验特别严苛。蔡文成一个假动作甩开了 Mullins， 哇，这炮头得分！他真的也有这样，交叉掩护之后，张东宪来到高位，利用小夫做掩护。哇，今天不管谁抛哦，勇士的本土球员很会抛。好，加巴也进了，所以现在比赛剩下12分差了。鲑鱼，哇，这两分再抛进，哇！